好，我们今天来到新春站着吃烤肉，那它的餐厅理念其实是来自于韩国。那站着吃到底要怎么吃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大家站在一起，距离很近，就大家可以一起聊天。你坐着的时候，你会局限在那个位置上面；站的话，你很轻松，你可以很自在的活动。